老师，AI 机器人涨势这么强劲，现在还有没有哪些股票我们可以值得留意呢？有的，今天节目你一定要看。欢迎收看《财经急诊室》，我是方盈，让我们欢迎轮源投顾的陈学进分析师，老师好。主持人好，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然后这次黄仁勋的信心喊话，AI 跟机器人族群是不是要觉醒了呢？那下一步我们该怎么看呢？好的，好，我们常说啊，黄仁勋啊，只要讲一句话哈，那世界就跟着万头钻动哈。尤其黄仁勋啊，他谈到他说AI 的一个机器人哈，将来是未来 AI 的一个核心哈。是所以你可以发现到哈，今天相关机器人概念股又开始持续的一个活蹦乱跳哈。那大盘我想应该不需要我再多说了哈。那整个大盘第四季通常都是未来历年的一个旺季哈。是。那上涨几率高达的一个九成，毕竟100%。所以这个行情应该还是震荡轻轻往上看哈，那重点还是在个股哈，那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可以来留意的哈？那除了包括的一个这个台积电也好，今天要举办法说哈，那我相信法说应该会释出的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激励哈，那正面激励，但是股价反应过后，应该法说会过后哈，那短线上可能maybe 会做一下的一个震荡哈。但是毕竟对于整体的一个未来的展望齁，仍然是持续的一个看好。所以整个这个台积电应该未来仍然有再创新高的一个机会。那包括这个 AI 的一个伺服器这个龙头的一个这个鸿海也是一样齁，受惠整个的一个 AI 这个需求强劲需求，包括 GB200。在年底甚至明年要开始大量的一个出货。那尤其鸿海整个的一个自制率齁，零组件相关零组件自制率高达的一个五成以上。所以未来你会发现不论是在营收毛利或者是获利率方面都渴望大举攀升。所以像这样的一个股票齁具有未来产业前景的一个这个相关个股齁，那后市的一个行情齁我想应该还是很精彩。好，那重点是现阶段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股票未来仍然有在大涨五成甚至大涨一倍的一个机会的一个空间齁。那我想最主要的一个主攻股我常说必备三大要件。第一个主攻股必会领先趋势做上涨。第二个主攻股必会配合现行的要求。第三个主攻股必会符合环境的意义。是。那到底有哪些那个股票可以符合这三大的要件？我们从今天盘面上其实很清楚可以看到齁。包括的一个工具机高峰或是石硕工乔福甚至隐汉包括的一个大隐微齁。那我想这些都是跟整个的一个机器人跟自动化的一个设备有所关系齁。没错。那百宏这个是跟的一个矽光子的一个题材有所的一个关系。所以从今天的盘面上的一个的一个个股的一个涨跌的架构来看的话其实很清楚可以看到市场多方的一个聚焦的主轴仍然是在包括 AI 的一个伺服器CoWAS, 还有自动化设备还有机器人甚至再到的矽光子台积电大联盟我想这些都仍然会是在今年第四季的一个主轴。但是有些那个股票已经涨非常多齁，我们可以看到齁，包括这个联军哇，这种股票都已经大涨了一个超过了一个两倍以上齁，甚至包括这个联雅齁，那这种都大涨超过三倍以上齁。当然有些涨已经反应过后大涨过后的股票齁，那 maybe 可能未来还有再创新高的机会，但是毕竟都已经涨幅都已经对涨两倍三倍齁，那这些股票当然并不建议大家再过度做追加齁。没错。那这个时候反而可以回过头来来留意一些还没涨到的。对，股价整理完齁，然后刚要蓄势待发的一个股票。还有比如说像台积电大联盟的一个中沙。中沙。我们可以看到中沙昨天是涨停板是。今天是前天涨停板，今天昨天做一个震荡齁，那今天是续创新高。是。那这也是我在10月第一标的一个资料里面送给大家的一档的一个股票。那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档的一个股票，我看好这档的一个股票。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在今天的一个法说台积电往先进制程演进的过程当中，那3奈米的一个订单已经爆满，那明年的一个2奈米订单也被整个的一个苹果给包下。是。所以在整个3奈米它用到的一个整个的一个钻石碟那整个的一个高达的一个大约七成尤其中沙占比大约七成。2奈米未来可以高达八到九成。所以中沙它具备有一个的一个寡占的一个市场，南宫高明斗期啦齁就是最好的一个最好赚的一个机会齁。所以你可以看到像这样的一个股票股价整理过后低档放量的一个这样这个突破
哦，量增价涨惯性改变啊，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才刚刚开始，就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哦，那么我们再来谈到哦，大家最注目的一个机器人概念股是哦，有些的一个股票都已经涨非常的一个多。对哦，但是你可以看到同时还有很多的一个股票才同低档才刚刚要怎么样要加温上涨。对对、哦，你可以看到像大盈伟。它最主要是高精密的一个自动化当然它有包含的一个一般的一个半导体啦齁、哦、那还有一些的一个 AI 的一个半导体厂商齁、哦、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现在的一个订单的能见度已经拉长原本的一个订单能见度是从3到6个月现在拉长到3到8个月是那么甚至在半导体的一个设备也开始洽谈明年的一个订单还有元件的一个的一个订单能见度也从 1.5 个月变成两个月也代表是说随着一个整个的 AI 拉动的一个整个的一个相关自动化的一个设备零组件的一个需求包括这个机器人的一个零组件齁、哦、那我想对于的一个大盈伟在未来明年营运的一个展望持续看好之下齁、哦、那像这样的一个股票才刚刚加温上来的一个股票就值得大家来做一个留意。那么还有除了大盈伟之外还有没有像大盈伟这样的一个股票还在低档未来仍然有飙涨停的一个机会。还有吗我也会在飙股新天地那一的 Telegram 无私跟大家一起做分享谢谢大家。好感谢老师今天精彩的分享也不要忘记加入老师的 LINE 跟 Telegram 去获取最及时的资讯哦。那财经急诊室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拜拜。理财好康大放送。许江正博士超强选股逻辑全部收录在李周飙股日报里。限时免费索取，立即拨打02-7725-1393，02-7725-1393。